终于我找到了你，像透明的雨滴洒落心底，终于我拥有了你，如梦中的气息吸引不你，那是最美的记忆，你送我的平安紧握在手心里，让时光停在这里，神采飞扬的你，你就是我的唯一。今天你和我都在一起，爱的线索原来就藏在心底，今天你我就要你，我就要你，我就要你，我就要你。哎，你把它给擦了啊！你知道这是我做股票的 K 线图，我画了一个晚上呢。对不起，对不起。好了好了，我也想说一声没关系。可你知道，如果你这样下去的话，你知道你这样做事是多么自以为是吗？你在擦之前想过没有啊？我们家又没有小孩子，谁会在这上面涂涂抹抹的？而且画的你看这么整齐，这么有规律。我想跟你说啊，你如果总是按照你自己的这种思维去做事情的话，你就永远进步不了。对不起。行了行了，你也别说那么多对不起了，我也不是在欺负你，看着你长得还蛮灵气的，想教你一些基本的道理。行了行了，别说了，人家小潘又不是故意的。哎，妈，今天上午我给你约了去医院做理疗。别帮我做决定，我不想去医院。哎呀，那我是一个星期之前预约的。哎呀，你一年前预约的，我也不想去。我想去健身房练拳击。好好好，妈，我是觉得健身房你吃不消，你的心脏吃不消。我看呐，你还是去花园，叫小潘带你去花园走走。哎呦，去花园跟那些老太婆在一起，我情愿到健身房，让我的心脏啊猛跳。小潘，哎哎，来来来，来嘞，陪我到健身房去。哎，小潘啊，照顾好外婆啊。哎，那个小总，我回来再帮你把那图补上啊。真吃不消，这把年纪了还去打拳击。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坚持一下，五六七八，深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坚持一下，五六七八。好，今天就下课，谢谢大家。辛苦了，坐这儿吧，我给你拿瓶水吧。哎呀，你来了，你。美丽、漂亮、大方、可爱的女朋友，嘟嘟大人。哎，我来。那个是嘟嘟男朋友，叫大力。这也就200字吧。你
算是标点符号，也差不多500字吧。哟，看起来嘟嘟脾气还挺大的哈。他呀，就对异性那样，那叫女王气质。我赞同他的态度，男人啊，就得举起鞭子，不驯服不行。各花入各眼，每个人的爱情模式都不一样。女人就是不能轻易向男人低头，你得先把自己当成女王，别人才能把你当成女王啊。外婆，你一谈论起人生啊爱情，就是成套的理论啊。嗨，就是没把自己女儿教育好。哎，嘟嘟，你知道我写作方面不太行，那当年高考要不是作文拖后腿，就凭我这聪明才智，复旦大学没问题吧？你说我这么多年也不动笔了，原来写的又不太好。啊，行了，肯定。嗯，就这样吧。哎，嘟嘟，你原谅我没有啊？我保证我回去就找工作。你找着工作呢？还不是一两个月之后又继续回家啃老啊？哎，王一阳啊，别看他在公司里说一不二的，一谈起恋爱就对男人百般讨好，真是气死我了。最近啊，我外甥女还挺懂事的，带回一男朋友。哎，别喝水了，我请你喝咖啡去，好吗？你平时连给我买玫瑰花都跟你爸妈要钱，你害不害臊？不是我不想工作，这每次我到了工作单位，碰着那些人，都跟我不对付，聊不到一块儿去。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啊！你说你平时上学的时候成绩好，对我也挺好，但这并不能代表你情商高，能跟人配合好好工作。人都是要融入社会的，你知道吗？你融入不了社会，不能体现你的价值所在，你就是失败。嘟嘟，我保证我回去就找工作，我这次我一定好好干下去。你再原谅我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行，回去吧。锻炼就是好，你看，锻炼完一身轻。你要喜欢，下次我们经常去吧。哎，外婆，小王走。哎，看看他这神情。还是我了解他，肯定啊，不是他甩了小金，一定是小金甩了他。这几天啊，他且忙呢，忙着向小金道歉，忙着要求复合。外婆，她毕竟是您的女儿啊，而且我觉得小金他像个知识分子，不像个小白脸。他们之间好像是有感情的，你别跟我解释啊！凡是比王一阳小的都是小白脸。女人最应该修炼的是什么吗？就是不能把感情当成人生的全部，有的时候啊，甚至要冷落他。赶紧喝吧，喝完回家。小潘，你让他们啊一会儿把餐桌布换一下，放上银质的餐具，各类酒杯也都拿出来啊。好的，外婆，我想先问一下，一会儿有什么事情吗？啊，图图给我发了微信，说是啊4点钟就回来，男朋友也一起回来。啊，那她男朋友一起来的话，要多准备一个人晚餐吗？那当然，准备。啊，让他们赶紧动起来啊！好。
小杨，一会儿王诺图跟她男朋友一起回来，晚餐多准备两个人的。啊，我怎么没听说呢？外婆刚接到的王诺图微信。奇怪，平时大小姐都是直接给家里打电话的呀。行，我知道了。哎呀，哎呀，我记得以前上海人不吃辣呀。妈呀，那是以前，现在上海人吃辣就跟喝酒一样。不是，是水，水。哎，擦一下啊。哎呀，哎呦，喂，哎，我这林总，您是哪位啊？啊，我是王一阳。哪位？我是王一阳。啊！你好。您这样，我家司机呢，临时家里有点事儿，辞职了。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一个月？什么？您要邀请我当您的司机一个月？啊，对，我呢脚扭伤了嘛，医生说要休息一个月，所以呢，我就想。看你方便不方便？方便，您稍等啊。哎，您刚才说的这话题是从何说起的啊？啊，这样就是每天早晚接我上班，还有就有一些临时的应酬，每天早上9点来就可以了。晚上有的时候会晚一点。最重要的是每周二和周四要送我妈去医院。不，您稍等，那个，这个事情事发突然，您容我考虑好吧？我呢，一个月给你15000的工资，周日不用上班，好吗？不，这不是钱的问题。哎呀，这件事情，恐怕不用考虑，不行，真的不行，啊。我实在是，抱歉啊，抱歉。奇了怪了，这王诺图的妈妈突然来电话说，让我给他去当一个月的司机。哎，也不问我愿意不愿意，就自说自话的给我开出条件，安排工作，还1万5，那我能愿意啊？这种人啊，这不好处。有钱人怪怪的，这。哎呀，我现在开始担心盼盼在他们家，这。哎呀，你就别傲娇了，你开车的水平15000可以了。这，别看我啊，那个，他不是我儿子，不是我生的。哎，妈咪，我们现在都这么熟了，对吧？有必要掖着藏着吗？有什么说什么嘛，对吧，林嫂？不是，你还有理了。哎，我现在终于搞明白了，你为什么直到二十六啊？对，26岁你还单身？你是在挤兑我吗？你不也单身吗？萝卜，那个林叔呢？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结过婚，有个漂亮的女儿。你现在少说多吃，啊！林三的这件事儿，我跟他好好聊聊。林三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你不是嫌钱少，是怕小潘知道了不高兴，是吧？你看看，你还是你妈妈了解我，是吧？她真是你捡来的，这为什么亲生母子你们俩人的智商有天壤之别呢？哎，我真是哎，吃吧，啊，林嫂，其实吧，我觉得你这样躲来躲去也不是个事儿，早晚会露馅的。那就让那一天你就自然而然的来嘛。哎，何必呢？我觉得你去工作挺好的，
可以一箭双雕，一呢可以挣钱，二呢还可以看看小盼，这样你不是对小盼的情况也可以了解了吗？不行，就是不能见到小盼嘛。哎，要是让他知道我偷偷摸摸的来到上海，那么他大发雷霆啊！哎呦，他发起脾气，那个样子，我来。林三，你看你真的太怂了，简直就是个女儿奴嘛！是爱女儿。不！这样才像上海人啦！易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图图啊，说她今天晚上就和男朋友一起回来，你别出去了啊，在家等他们回来。她不是说去两个星期吗？怎么一周就回来了？哦，我也没细问，也不想细问。哦，妈。图图的男朋友都见过了。我今天下午要出去办点事儿，你们在就行了。你不许出去，你不许再去见小金。妈，我跟小金已经分手了。我晚上跟客户去谈点事儿。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从小到大一撒谎就不敢看我的眼睛。你呀，今天给小金打了一天的电话，到处都在找他。一个男人，他不接你的电话，不回你的短信，就是甩了你。你别再要求跟他复合了。妈，你是不是又跟踪我了？我只不过无意识地看到了你焦头烂额的样子。妈，我都快50岁的人了，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判断力，我不需要在你的指使下做任何事情了。你，妈，我不是你的附属品，我是一个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你能不能尊重我？啊！呀，妈，你醒醒吧，妈，你快醒一醒，妈！死我呢，易阳，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是有妈的。妈，你这是何苦呢？又装晕，又骗我说图图要回来。你这什么意思啊？我看了图图的朋友圈，他刚才进山去徒步去了，要过几天才回来。图图啊，也是为了躲你，才把朋友圈给分组了。你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那好吧，他朋友圈分组的事儿，等他回来我再跟他聊。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你和小金见面。听妈的话，小金跟你真的不合适。你看，年龄差的那么多，经济条件也差的那么多，早晚都要出问题的。哎呀，妈，图图都25岁了，我都48岁了，你呀。就是三观太正了，容不得我们做错一点事儿。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就放手，啊？不要再掌控我们的生活了，好吗？那你答应我，不再见小金，我就再也不干涉你的生活。啊？刚才我就猜到了。肯定就是外婆在闹鬼。难道外婆经常这样？是啊。哎，其实我们也挺同情王总的。你说都快50岁的人了，在外边也是个总经理，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吧。回家被自己妈搞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了。外婆是真的挺强悍的。是啊，经常这样。你说，小王总。一受点什么委屈，心情一郁闷，又不敢跟外婆发脾气，就找我们麻烦，还到处乱写乱画的。这两天做好思想准备啊，咱们肯定没好日子过了。小盼，
小盼，哎，快快来来来来，小盼，哎，我的那个高尔夫球杆呢？上次你用完我就给你拿到店里保养了。啊？哎呀，我朋友要管我借，今天。请问您朋友什么时候要用啊？店里说明天就能送过来。他今天下午就要用啊。那他马上就过来取。恐怕有点来不及。我这是很重要的客户，我根本就惹不起他。你想想办法吧。我现在就到店里去取。赶快，赶快，好嘞，半小时之内，哎，搞定，哎。到了，你回来了。哎，客户有别的安排，不需要了。你还在这儿瞪着看我干嘛？没有啊，我眯眼睛了。明天晚上我有个晚宴，你去帮我找一个美甲师来，我想在家把指甲做一下。嗯，我知道有一家口碑不错的美甲店，要不我带您过去看看。你什么意思啊你啊？我每次提出要求来，你都拒绝。我妈管我还不够，你还想管我是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倒说的挺快的，一个小时之内把美甲师给我请来。江湖救急，你能在一小时之内给我找一美甲师来吗？这也太紧了，我认识的美甲师都要提前2天预约的。不是，你不是平时都自己在家画指甲吗？要不你来试试呗。我？你开什么玩笑？我就是平时没事自己玩玩，离专业的差得远着呢。杜姐，我真的没办法了，就等你来救我了，求你了。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小王总，今天我给您选的这种樱桃的红色，又很大气，然后又带点活泼的感觉，您看看喜不喜欢？嗯，这个颜色蛮好看的，是吧？我觉得也是，很适合你。哟，哎，多多是你啊，外婆啊，这临时请来的美甲师是你啊？啊，你们俩认识啊？哎呀。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健身房的那个拳击教练。哦，这样啊？对，你看看，你怎么18般武艺样样行啊？啊！现在说的那个斜杠青年，说的就是我。哎呦，真是！啊，美甲也做得好。你看看王一阳，显得很有能力，很有主见，是吧？妈。你觉得好看吗？很好啊，比你以前素色的好多了呀。我觉得太新鲜了，不大适合我这个年龄吧。
您刚才不是说挺喜欢的吗？哎呀呀，别动，这个，哎呀，这块特别的痛。嗯，我帮您处理一下。这刚才你这死皮剪的太多了，你看都红了。您别动，我来。慢一点。嗯。哎，你这什么东西啊？啊？怎么这么大的味道？里边有丙酮吧？没有，我对这个东西过敏。不是，这个不含丙酮，看上面写的。不会的，那是商家撒谎呢。什么叫不含丙酮啊？里边肯定还有丙酮。我对丙酮过敏。哎呀，赶快拿走。我去喷喷。这个我一闻这个味道就过敏。你赶快走吧。杜姐，这小王总要是真过敏起来，那就是大问题了。你快去帮我陪一下外婆，这里我来处理。嗯，这味道太难闻了。看一下。呀，其实我觉得您的手长得挺好看的，就是有一点干。嗯。要不这样，一会儿啊，我帮你卸完指甲，顺便给你做一个保养。这你也会？我以前在日本的美妆专柜做过推销，会不会您试试就知道了。是吗？我先给您涂一遍精华，这样之后再涂眼霜，皮肤状态会更好。嗯。我最近啊，那皮肤特别的干。你看，我从耳下淋巴给你按摩到颈部淋巴，这样呢就可以排毒养颜。我的手法还可以吧？比美容院小姐的手法好多了。小王总，嗯，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那就别讲了呗。如果人生也能这么干脆就好了。不过，如果有一个男人消失不见，我会不顾一切的找到他，哪怕是分手，我也会分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你呀，别以为外婆宠你，你就随便去管别人的事情，这和你没关系。对不起，但是我是觉得，一个人的情绪总要有被释放的时候。与其被动等待，不如赌一把。好了，哎，我说你真的是，哎呀，你看我在这做一个脸，你也啰啰嗦嗦的，该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要说，你咋真是这么怪呢？啊，看着你那个样子温柔谦和的，怎么那么喜欢管闲事儿啊？我跟你说啊，我这是给你脸，换了个别人敢在我面前说这个话，我早就一个耳光扇过去了。我觉得您虽然看起来很强势、很冷静，但实际上，你的内心是炙热而敏感的。我不需要你来指点我的人生。我再斗胆说一句，别被所谓的自尊束缚了手脚，去找小金吧，哪怕大吵一架，哪怕互相伤害，也比现在这样强。哎呀，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你再休息一下。火车站离这里15公里，距发车还有一个半小时。我觉得现在赶过去应该来得及。你在说什么？学校组织支教一般都是坐火车，上海到拉萨每天只有这一班。
现在是高峰时期，开车很堵，地铁人多，我骑摩托车带你去，速度最快。你怎么知道小金去支教了？你桌上放了一份高校老师支教西藏的资料，刚刚我注意到你房间的挂历上有倒计时。小金老师上次来时穿的 T 恤上印有科技大学的校徽，我上网查了一下今年高校老师支教的名单，发现科技大学有一位姓金的男老师。啊？我想小金一直对是否要去支教很犹豫，但是你们最近感情出了问题，这也让他最后下了决心。所以小金老师不是玩失踪，他是决定要去西藏。小王总，你没有爱错人，小金老师很有理想，也有光芒。走吧，去火车站跟他做告别。小盼，你在干什么？外婆，小金老师一去西藏就是一年，你与其在这拦着，不如让他们两个正式分手，跟过去做一个了断。胡闹！不许去啊！对不起，外婆，我知道我没有评判东家的权利，更没有评判别人感情的权利，但是我还是要说，对待感情，与其躲避，不如勇敢面对。小王总，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疯了！我说了，今天不许去。人生就是这样，要么疯狂一次，要么永远遗憾，你选哪一个？小盼，你要想带他出去，你就别再回来，知道吗？小盼，我们走。对不起，外婆。王阳。太帅。你说什么？我说太不像话。就是。太疯狂。太不像话。20分钟，快！还来得及吗？我这样做好吗？没时间犹豫了，快跑起来！小盼呐，这火车站这么多人，到哪儿去找啊？不是怎么知道？我好歹也是个大老板，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疯狂的事儿啊？再不疯狂就老了。检票处来一下，有位叫王阴阳的女士找你。请科技大学的小金老师到检票处来一下，有一位叫王阴阳的女士找你。多尴尬，在这说这种。小金老师，金老师，我相信你的人品。之所以跟小王总分手，是无奈之举。但是我希望你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出来，跟小王总当面说一句再见。每一段感情都有他自己的周期，感情结束并不是错事，说一句再见，给感情画上一个句号，也并不是难事。小王总今天是特意来找你的，但是你放心，他不是来找你复合的，他一直都很尊重你，包括你做的每一个决定。他只是想告诉你，他一直都很爱你，爱过你，流过泪，付出过，他对你是分心无愧的。哎呀，好了，小王，你真……哎呀，盼盼，你真的不要在这说这种话，这么多人看着，哎呀，多难为情啊！我跟你说啊，
我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了，他都没接，他都把我拉成黑名单了。他能出现吗？不可能出现的。快，我们走吧，赶快走。相信我，他一定会出现的。哎呀，不可能的。走走走。杨。真没想到我们俩会在这种场合见面。我小青，你说的对，我们家人对你不尊重，伤了你的自尊心，我向你表示道歉，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就算是笛卡尔的心形曲线是一个传说，可当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传说就不再是传说，他会有真实的生命，有了结束就有了新的开始。我请大家祝福，保重。只在您家待了一周，但是我已经见识到您的强大气场了。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您。作为女人，我特别欣赏您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生态度。希望几十年后的我，也能跟您一样，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外婆。再见了，小潘，你等一等，小王总，我来雇佣你。妈，小潘很任性，很固执，随便插手东家的事情，有的时候还自作主张。他不是一个常规的好管家，疯疯癫癫的，有的时候还不识时务。不过，他鼓励你勇敢地站起来，还鼓励我在感情方面大胆地挑战。这不是挑战自己，这是让你当众出丑。好吧，好吧，就算是当众出丑。不过，小盼今天走出王家的大门。他可就跟你解约了，我可以重新雇佣小潘。可是，外婆同意才行啊！哼，你这么胆大包天，敢带着我去骑摩托车，又敢让我的女儿跟我作对，你还能听别人的意见？啊，听啊，当然听啊！说实话，外婆，您才是这个家的精神核心，这个家往什么方向走，还是要在您的指导之下的。少拍我的马屁。你刚才说可是，那意思就是问王一阳愿不愿意，而不是我同不同意，是不是？不是，我特别在意您的意见的。少来这一套，我早就看出你骨子里呀，那种反叛了。告诉你，在这个家里，不管谁雇佣你。都是我说了算。妈，那你同意了？小盼，那我们马上签合同。谢谢外婆，谢谢小王总。我还是想说一句，签合同也好，不签合同也罢，只要你们不再需要我，我可以立刻就走的。哎呦，真是矫情，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矫情的管家。霸气，真霸气，从来没见过这么霸气的老太太。
哎呀，林大总管，看您今天的气色，精神状态不错呀。怎么样，都一一击破了？哎，表面现象，我今天一天都处于高能预警状态，那叫一个化险为夷啊！我累死了，累死了。原因呢？原因？啊，今天为了特意请您吃顿饭，我专门安排着袁姨去的外婆那儿。怎么样，还懂事吧？嗯，很懂事。但是别总你请我呀，今天我请你吧，咱们去吃小龙虾。行啊，你请客，我买单。走吧。多吃少喝，知道你最近辛苦。你现在已经成功的让他那婆婆还有王诺图他妈都已经坐过了你的车了，就差王诺图本人了。把他们凑一块儿，你的人生就圆满了。哎，说个正事儿，你见着周志伟了？直到周志伟跟我表白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大排档。他那天也喝多了，一直在跟我说他读过多么多么多的书。我跟你说，他在东京的房子特别简陋，但是里面装满了书，遍地都是。说真的，我对他的书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我对那个大排档非常感兴趣。你什么时候也请我吃一顿？陪你开玩笑呢，完全理解你的心情，所以说这也就是你带着王一阳去见小金的原因，对吗？嗯，因为我知道，像小金这种对精神有追求的人，他绝对不会玩弄感情。这就是上天的色彩，满怀着忐忑，梦中的无奈，谁都不敢开怀，不如简单去爱。那些人啊，那些光彩，那些日子过得好坏，当在心底释怀，世间的心万物奇怪，每个季节安然健在，为民的痛心在期待。醒来是生活，我不是天才，能给自己安排，这就是上天的色彩。满怀着忐忑，梦中的无奈，谁都不敢开怀，不如简单去爱。那些云啊，那些光彩，那些日子过得好坏，但在心里释怀，世间的事万物奇怪，每个季节安然健在，与您的同行在期待。